君浩、慧芝，很高兴看到你们要结婚啦。然后，八年其实真的很不容易耶。然后，我们都是陪你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啊。然后看着你们这样一路一直走过来，然后中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啊。然后，陈君浩，你知道我一直是一个很崇拜你的人，我觉得你对于这个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理想，然后你有勇气去探索，我一直很佩服你。然后希望你们环游世界可以很顺利，然后我也会跟着你们的脚步。然后如果你们有到澳洲的话，记得来找我。最后要祝福你们。陈君浩认识这么久，今天真的是很替你开心，然后也希望我们以后也一直像家人一样，有什么问题、什么困难都不吝啬，随时打给我，我会一定会尽量的拨出我的时间来帮忙。然后慧芝，跟你认识的时间跟陈君浩一样久，一样是非常替你开心，然后也祝福你从今以后能够好好跟他在一起，然后得到幸福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真的很祝福你们哦，真的很开心看到你们一起结婚，走了这么久，终于在一起了，希望你们一辈子都能幸福。拜拜。Hello， 龙哥还有芝芝，真的是很高兴，恭喜你们结婚了。看你们一路走来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你们一定要长长久久，然后百年好合。过没多久之后，环游世界回来，赶快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爱他，恭喜你们！君浩、慧芝，祝你们新婚愉快，百年好合！我们会在台湾等着你们环游世界回国，再会。慧芝，你是我们第一个姐妹们第一个结婚的，真的很为你开心哎！我觉得看到你跟陈君浩这么幸福，我觉得真的是感染了所有人的那种幸福的气息。所以啊，你一定要当我们的模范，一直一直很幸福，很幸福，天天都很开心。然后为你未来的人生旅程是一个开启一扇新的大门喽！恭喜你！今天很高兴你邀请我们来，然后我觉得你的婚礼就是一个 perfect， 看了好感动，也很为你高兴。然后刚刚在婚礼的过程中，你在高中的样子，然后一路走来的样子都在我脑海里面，所以我刚刚突然就嚎啕大哭，但是是喜悦的眼泪。那你一定要好好的幸福跟陈君浩一起走下去，那我们会永远爱你。你有空啊，你们两个可以到宿务来找我玩哦。嗯 ，Happily ever after。好尴尬。Hello， 黄慧芝跟陈君浩。很辛苦了，你们走了八年，那希望未来你们能够携手走一辈子，然后一直很幸福的走下去。那祝你们新婚快乐，那也感谢你们今天帮我促成这段姻缘。那祝你们要永远开开心心啊、哦！好了，哎，黄慧芝，我告诉你哦，你是我们姐妹里面第一个嫁出去的，你知道。我好感动哦，然后他要哭了。哎，祝你幸福，然后我希望哦，你真的跟新郎的对，然后来，然后对，然后希望就是你能够幸福的快乐这样子。我觉得今天这场婚礼我们真的永生难忘。哎，好，顺便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。哎，你说你没有见到他，婚礼有带来了。嗯，好，谢谢。嗨，黄慧芝。Hello，Hello， 再讲一次。黄慧芝，新结婚愉快。等下他不会讲话，我来帮他讲。那个，恭喜你结婚了，就是你跟陈君浩真的是天生一对，然后你的婚礼办得非常的成功，我真的看了非常的感动。真的。对。
霍启刚都要哭了。对啊，都要哭了。对，然后对我们眼睫毛都要掉下来了，然后就是我不会讲，反正就是哎，一切尽量不严重，运动。我们紧跟在后。他喝醉了。下个月等一下就到了，下个月见。我会以你为榜样，因为你们实在太拉风了。对，我也会重机男。陈俊浩已经想要搭直升机降落在我家的阳台，只是我家阳台没有那个可以降落直升机的地方，所以他还会再想办法。哼、嗯，好啦，就是我很感动，真的恭喜你们，就是勇于爱和环游世界成功。我要喝汤了。洪慧芝，今天很开心看到你在这个婚礼上，我们都感受到你的幸福，然后一路从高中到现在，然后看到你们的感情一路都是这么样的坚定，然后我相信你们会一定会一样的幸福的，加油。好，亲爱的洪芝芝，恭喜你终于结婚啦，很开心，今天很感动，然后你们真的很用心，所以每年都一起过生日的我们两个被你抢先一步让你先结婚了，但是我也会追紧你的步伐，也会找到我的幸福，所以呢你一定要永远幸福哦。很登对，你们好登对哦，很棒的婚礼，非常用心的安排，让我们大开眼界，你这样子给我们后面的很烦恼。最后我们送你们一个123幸福祝福，恭喜，坐下。洪慧芝，很高兴你真的结婚啦、啊！然后从高中到现在，一路看你们就是这八年来点点滴滴啊，然后你们都有照着自己的路步骤在走，然后真的也结婚了，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开心。然后很高兴就是能当你的伴娘，虽然最近很忙都没有帮上什么忙，但是我对你的祝福的心都是满满的。然后希望你就是跟陈俊浩都能永远就过得很幸福快乐，然后照着你们步调一直幸福快乐下去。好。